特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他们撤退了，温布兰特，你的精酿后劲还真不是盖的。到根基大厅找我们，勇士，与奈优虫族的这场仗还没打完。没引信，我们没办法点燃酒桶。我必须履行律令。什么？别管律令了。办不到，所以我非去不可。你必须引导土灵。贝格姆，在我最后一程，你就自由了。奇里克斯，我得到的指示是保护这座岛，还有土灵，所有土灵，荣耀归于泰坦。土灵万岁！未对话。一个瑟雷格出现在多恩诺家，这的确是一个好兆头。什么？哦，对，我，对对对，一个古老的瑟雷格，没错。那么，你打算重返岗位吗？实则，我，可以帮我复习一下有什么职责吗？当然，你的记忆应该跟我的一样，在几千年后，有些部分已经稍微模糊。瑟雷格是土灵中的佼佼者，被泰坦选中，注入强大的力量。他们是信使，也是将军，在守卫者不在时，代替他们做决定。你的职责是引导和保护我们，提醒我们逼近的危险，而你的确做到了。这些瑟雷格，他们外表跟我很像？也许他们大了不少，但他们和你一样发出宝石般的光芒。艾泽拉斯，你这条老狐狸，你是故意这么做的吗？替我们把路铺好了。很抱歉，我的听觉功能没捕捉到那一段。不需要在意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谢谢你唤醒我的记忆。我会尽全力协助。我们会找到萨拉塔斯。艾兰莉亚，听说你在酒庄帮忙对付了吉里克斯，谢谢你。奈优虫族夺走了太多东西，我不会让他们对土灵做一样的事。他们是很棒的盟友，也是亲切的东道主。考虑到他们与世隔绝数千年，这还真是个令人欣慰的惊喜。或许不完全是这样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一直称呼我为阿拉西，显然数年前有一支阿拉西舰队到达了卡兹阿尔加，据说他们在岛屿顶下的洞穴建立起了聚落，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如果那是真的，我想亲眼看看。他们可能会成为我们对抗萨拉塔斯的盟友。不对，我们已经保障了这里的安全，别为了追寻黑暗中的幻影而舍弃它。这不就是你在做的吗？我在做我该做的事，把所有的奈优虫族扑杀殆尽，寻着他们留下的踪迹找出萨拉塔斯，为我们的逝者报仇雪恨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。安杜因，你留在多恩诺家，麻烦事就交给我吧。是就好。
来者，这是机械的国度，而我是至高代言者。然后这是谁？布林斯？哼，我都快忘记我把你调走了。我一直忙着处理我们最严重的问题，苏醒机械。布林瑟，你这一次又有什么问题要烦我？这些外来者在我们的海岸坠毁。我没时间听你分享你的不幸。至高代言者，奈优虫族。够了！外来者，你想去哪是你的自由，但等你搞定了，就给我滚回你来的地方。至高代言者，不容争辩。新朋友陪元素玩玩，然后把后门关上。我们今天还没宝贝，我们让狗头窟的狗头人明白，他们不需要蜡烛大王。我似乎小看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还有你，史奇德。岩石头，至少你采取行动了，这样就比其他土灵好了。现役机械师的数量严重不足，这让我们有更多理由要恢复苏醒机械。我们为什么没收到泰洛科的其他消息？我们目前正在调查，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。这好像是工头的办公室，但工头在哪里？张大你的眼睛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干嘛？快说！阿格兰，小子，我很担心你。爷爷，出了什么事？看到你这么兴奋，我觉得很欣慰。不过我很担心你的安危。你的眼光很好，很擅长解决问题，但不擅长应付危险。你有一颗勇敢的心，但也很鲁莽。有时候我觉得你太执着于厘清真相，导致你忽略了危险。我会注意的，爷爷。我也很担心你。我？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似乎也很烦躁，有时候会发怒，好像觉得痛，好像觉得难以负荷。对，我有一个背负了太久的重担，我只是不想要你受伤啊，小子。爷爷，像这种时候就要来点冒险，不只是在书里。那这样吧，我会试着变得更加谨慎，而你则偶尔试着享受冒险。小子，我很乐意跟你一起享受冒险，我们说好了。我最近不会再为了谁而发声。人都跑去哪了？他们出了什么事？
工人似乎越来越少了，是因为土灵正在关机的缘故吗？是关机、失踪，还是异变？答案就在这些线索里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我不觉得有，入口被堵住了。这些杯子还是满的，饮料也很新鲜，就是没半个人。我想他们不久前还在这里。名字未免太多了，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失踪人口的名字。这里还有一大堆工具，所以工人不可能全部离开矿坑。他变异了，他变异了。那是什么？他从内统室，别再敲门了，我们直接打破他。他变异了，他变异了。不管你们是谁，进来这里。我听到你了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他们怎么了？斯卡汀正在变异，太惊人了。后退，伙计。别靠近他。爷爷，那股奔腾的能量，斯卡汀的反应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只好再去想。我听到更多敌人的声音。啊，工头在最后一段提到一个洞穴，一定在附近。是这个地方，不过我没看到工头的踪影，我们必须靠近一点。等等，我听见风声从石头的另一边传来，这一定是人为的崩塌。勇士，帮我们破坏路障。我想看看这个世界。就算是现在，我人注定要服侍艾泽拉斯。那是那个工头，你是对的，小子。我们来迟了，我为什么老是迟到？等等，爷爷，快看水里，好像是一个记忆宝石。你是说真的吗？你的神器可以修好苏醒机械？它会让机械恢复得完好如初，你的挣扎，你的苦难都会终结，大家都会苏醒，这都归功于你。归功于我？你的族人将会恢复。感染性，必须阻止至高代言者，去跟莫艾拉会合。我会前往苏醒会堂。
必须逃掉。让我们去前面重新集结吧。武林寺已经在苏醒会堂里面，我们走。这股力量，所有的土灵都会觉醒。我们搞砸了，别说了。爷爷，不要放弃，你拥有艾泽拉斯的祝福，只有你，你是唯一能拯救他们的人。麦格尼，时候到了。将你的祝福献给他们。你做到了，你救了他们。你是谁？我是麦格尼。麦格尼？那我是谁？这就取决于你了。自我们有记忆以来，至高代言者就一直是我们的领导者，但他不再是我们的一份子。哦，听起来你们需要新的至高代言者。布林瑟，你正是最适合这份工作的土灵。我太过奖了。没人比你更在乎你的同胞，你不会颐指气使，又有同理心。那你应该清楚，我会让我的同胞来决定。我猜他们已经做出决定了。
荣誉守卫前来报道，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。我接受，我是至高代言者。